掰右水没毛病。在多兰界呢，还在腐败药水呢。不喝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等一下，是你哟。惊吓魔盒。敌军还有三十秒。兄弟们，碾碎他。讲道理，小丑的话，我们玩 AP 是主什么副什么。咱们玩的 AP 没事，我吃饭。他敢过来被我盒子恐惧。全军出击。主 W 副什么？主 W 副一黑豹。盒子没了。他在这里，我看到了。哎呀，不应该啊。没用。没用。哎，彗星砸一下。很多人都小看小丑的输出，实际上小丑的输出是很恐怖的。不跟你开玩笑，走位 ，A 一下，再推线，对吧？有办法吗？对吧？小李飞刀，对吧？没办法的。我们要放个隐藏的盒子。First blood。还以为自己能跑啊？那是谁？耶，你看，亏了吧？马没了，小李飞刀，对吧 ？AP 小丑的精髓就是不补刀，那个。急了呀，三级了，不慌啊，小李飞刀，疼不疼？喝药，没事，我药多。小李飞刀，呀，他打不够啊，看到没有？小李飞刀，没有用。回家了，对吧？小李飞刀，敢补刀？嘿嘿嘿，有想法啊，一乐。眼泪来个吧。TP 一下，小李飞刀，干嘛呀？你是第一个主抓小丑的，你是小丑，我不是小丑，真的还放个针眼，跟个鬼一样的，小李飞刀，你有办法啊？就你之前写，我不太想杀你了。小李飞刀，不来，我操，聪明啊，咱们小李飞刀，就是慢慢折磨的我们这打法就慢慢折磨，好吗？请叫我歌坛噩梦。他马上来了，马上有马了。请叫我歌坛噩梦。补刀，对不起啊，我把这阵眼排了。他快溜了，他快上马了，不要跟他打行了吗？跟他打你就上当了。好，这里放个
哭。你又不敢过来，小李飞刀，对吧？你有办法？没有任何办法的。哎呀，有办法，哎，小李飞刀，对吧？嗯，回家吧，再不回去，再不回，等下给我单杀了，对不起了。歌坛噩梦，急了。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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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产线了，我毙了。歌坛噩梦这一波不太想回家呀，歌坛噩梦想秀一下，算了吧。这一波其实我想调戏他一下子，但想了想还算了，来个杀人剑没毛病嘛，走。嗯，来了。嗯，我这不杀，我这个血量我一枪就给他崩死了，我拿头杀呀。兄弟们，我这拿头杀呀，这杀不掉我跟他杀啥呀。嗯，你这纯摆着让我送呢你。嗯，歌坛噩梦。哎呀，这个盒子放的应该是有诀窍的，这盒子放的有问题。看好了，六级之后才是玩脑子的时候了，懂吗？我看一下用什么键去操控那个假身，我看一眼。用 Alt 加鼠标右键。哦，小李飞刺。嗯，小李飞刺。嗯，急了呀，急了呀，不回啊，小李飞刺。不行呢，这个不行呢，兄弟们。哎，好，死个好样的啊，漂亮，可以。嗯，急了急了急了。嗯，推倒。嗯，我这玩的有问题啊，不是吧？我这玩的没毛病啊。嗯，猪都知道是假的。可以啊，来追我来，小李飞刀。哟，这里还有眼啊，我靠。不想回家，想补刀。小李飞刀。哎，我这个恐惧没有用啊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兄弟们，守一下呀，死哥。哎，对了啊，减速，炸，再炸，漂亮，清线吃一下，不亏。小丑竟是我自己，我好，弹射起步，奖励自己一口大米饭嘛，好吧。连招的话是 Q 过去到他身后放个盒子，然后一躺。近一点儿。嗯，你看这个，
这猴子有吗？这猴盒子有问题啊。嗯。Shut down. Killing spree. Enemy double kill.现在谁来，谁就变小丑。叫啥呢？这个逼！我想干他了，真的，站在塔下。上当了，克烈不能，我不能杀他，我跟他和平发育情，他这太肉了，有一说一啊，哦，不能想着杀他，有一说一，嗯，我们真成小丑了，兄弟们，没事，我 TP。嗯，好在我有手 TP， 不回。嗯，开大了，开大去哪了？我去不了，我推塔了，我去不了。我这大其实挺厉害，你看这个小兵，他偏偏要往我这个盒子旁边走，这小兵真有病啊，吃塔皮。嗯，打架先放 Q， 隐身。可以，我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。嗯，伤害有点低，讲道理。会玩，但是伤害很低。可以，吃塔皮，吃塔皮。但是我队友都是优势，这一把打野中路下路都是优势，我们上路跟他和平发育都是赚的。但是我这盒子为什么 CD 可以这么长，感觉我都想买个 CD 去了。咳咳，退了，小李飞刀，哎，你敢过来，小李飞刀 A 你开大，追恐惧，追追追，A 死你。嗯，炸四个盒子一起炸，输出拉满，推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么玩的？一血塔有了，一血塔，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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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。我方推了第一座塔，十级，他四个头，我一个头没有，但是我助攻多。我回家直接面具了，让对面戴上痛苦面具。鞋的话出个法穿鞋还是 CD 鞋，兄弟们 CD 鞋吧，折磨一下。我就不穿法穿鞋了。然后第二件出一个世界专注啊，星界驱驰啊，来了，亚索没了呀，我来了，漂亮啊，放个盒子吃经验，你想跑啊，
嘿，信不信？确定要追我一个小丑？哎呀！不是吧，兄弟们，伤害这么低吗？这他妈太小了，我操！哎呦，这怎么没杀死呢？这设计师是谁发明的这个小丑？谁发明的？为什么脑洞可以这么大，能发出这么阴间的英雄？嗯，亏了。装备不差了。我这个装备不差的，让他们过来追我，我现在就继续带，给压力，或者打团也行，实际上是可以打团吗？好，陷阱放下了，推打，给压力推打，小丑不怕抓的，小丑是不怕被抓的。嘿嘿，哎，这么急呀？不是吧，兄弟们，你说长得帅，也不用这么追吧？追我的人太多，你算老几？嗯，不用这么玩吧？这两个人看到我就看到杀父仇人一样，两个人夸的一下交个闪现，就要杀我，过分了。嗯，他交闪现那是一点办法没有，不和你吹任何毛病，我直接踢下了，太吓人了，兄弟们。嗯。完美普通，完美普通。嗯，不行了，你玩这还不如玩炼金呢，更恶心。在哪里？嗯，插个眼。你玩这还不如玩炼金。推推来，队友什么情况？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抓我确定吗？小丑不怕被抓的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抓小丑你会变成小丑盒子。不急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他们过来，勾引他们过来，没事，我这里有陷阱吗？这个是中单是吧？我才发现这个人是中单，你把 Q 交了。不行啊，没伤害啊，兄弟们，杀人剑卖了，没得输出呀。看来
小丑要被我封印了，兄弟们，小丑真的要被我封印了。我来了，漂亮。我觉得还要打团吧，我单带感觉没有用，打团一下。哎呀，中路有机会，喝药来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没输出啊，兄弟们。这输出也太低了，我靠！点个勾八呀，不点了。我没有资格点投降，兄弟们。这个 AP 小丑怎么打伤害啊？我感觉我的伤害很低。但是我的经济不差，但是我感觉我的伤害就很低。勇士，你是勇士。别吓他呀。小李飞刀。这一波我伤害打满，这一波我输出打满了，兄弟们，谢谢，谢谢，漂亮，死了，没死，差点伤害，1250，差钱啊，差钱。这个是加移动速度的，好像对于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用。TP 一手，我觉得我可以换个法穿血，伤害会更高一点。好，马上14级，陷阱一方，先把这塔推了。没事，我不怕被抓吧。不要怕的，小丑是不怕被抓的，小丑，毙了。不，下播说，下播说。这很好玩。
宰了老弟。Nice， 立大功。这一波立大功吧，这一波一波呀，一波呀，你还打大楼呢，我靠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下饭至极，我靠，下大饭了。算了吧，一波不了，高地有了。其实我可以偷袭一下，听我的，信不信我？不信我，好，人头没了。本来想给你送个头，居然你不拿人头，那没办法。我操，不能个猪一样的我一个人折磨对面四个人，立大功，操，立大功呀，兄弟们！我靠，吵什么架呀？吵架！不要吵架！我记得小丑配这个龙很强呀，是吧？小丑配这个龙很强啊。不是吧，哎哎，快死了，这一波立大功，兄弟们能不能一波，
干嘛呀？这个人真的好菜啊！嗯。EZ 在干嘛呀 ？EZ 逛街啊。嗯，这 EZ 别逛街了，这 EZ 来个啊秒表，看有他没他没有区别哦。好的。哎，死了，不去了啊！哎，立大功了，这一波没有我的牵制，女的打野能拿到这个头。立大功，立了！团团团团团！嗯。哎，我就 TP 了，你能赶过来？嗯，有。你咋这么笨呢你？恐惧，我操！对面现在浪费时间呢，咱家少个人，你知道吧？你为什么还要找中间呢？推打来，推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太蠢了，你，我操！嗯，等一下看一下输出，兄弟们，是你们想看小丑的，我才玩小丑，没有想到小丑竟是我，我现在完了。你居然说我猜，可以，嗯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那这把出去，我就让你看一下我的输出吧，多的不说了，好吧？我的输出可以给你看一眼，嗯。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！操了个 DJ 了，小李飞刀呀！他们不敢推，哎呀，你看，就稍微打一下，你看马没了。等一下给我远古巨龙打死了，我就笑死了。你们要皮是吧？就我这个血量是最容易勾引对面的。看好了，什么叫小丑？这就是小丑。筒子，哟，好，嗯。我现在已经可以操纵假身了，我操，兄弟别送了，过分了，诈尸呀，我操，过分了。
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这个龙太狠了，这个龙，这个、龙太狠了。拆下的输出是地血，兄弟们，再嫖一波伤害，嫖一下，拆一拆，猜猜我的伤害是排第几的？看到没有？伤害34,000，全场输出是第二高的，兄弟们。